就得养蛋鸡。你说养鸡是不是就得养蛋鸡？是。这蛋鸡，你看它就下蛋就好，天天下。对呀，那个这只小蛋鸡哈，都四年了。哎，这个它不说歇蛋呢，还存在歇蛋这说啊？哎呀，老下蛋了。今天我又捡一个蛋，你看呢？在那边那十只鸡要像这只鸡似的。行了，咱俩蛋吃不了，走，收蛋去。但我这刚才我去那边都收了。哎呀，咱俩咋都是一个目标，就是老想收蛋。去把那边的那个豆角摘一下子。好几天没摘。啊。那你看，这都是现在就是收获嘛，到手就收获的，收。啊，这也是他家种的，也是黄花菜。摆盒多好啊！它摆盒这么多。对，就这种摆盒只能吃。天哪，就是这种花。今天大黑蝴蝶可多了。嗯，黑蝴蝶特别多，特别多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山村。今天下几个蛋呢？四个。行，够本儿，四个就回本儿。都想我啦！哎呀，都想我啦！今天早上把这个白菜地铲了一遍，应该得给它备一遍。这白菜哈，挺像样的。现在缺苗啊，就那个新出来的那个小苗啊，那个没打药都被吃没了，又被吃没了。那你老种，光种不打药，白种啊。忘了。你忘了，你看打药的事都给忘了。咱家今年豆角也是，长得丢丢哒哒的，看看。哎，有一个有吃的吧？一个挺往上长，那该收也得收，不收咋整？这玩意儿，这拍都让人笑话，都不好意思。今年玉米我都说了，能长这么大个就行，就这么大。那也三百多个够你吃了。三百多个足够吃了，正好吃一年。哎，我把那个玉米吧，我现在我就浇点。呀，我得给鸡整点那啥呀？给整，先给鸡喂食。对，先给鸡喂了呀，不，咱俩不能先等它，我得先去给鸡整食。大春来到这边就一头抓的，扎到了苞米地里头。浇肥去了，他说给苞米浇点肥，让苞米长得好点。我俩已经决定了，来年埋土埋粪，让这地肥肥的，省着地下再涝。哎呀，来年一定要好的把这个园子弄一弄。这些年呢，真的天天就跟无头苍蝇似的，动一下吸一下的。这回可下有点头绪了，来年好好弄。哎呀，领导，你这么一进去一出来，把这个开的花这都给碰掉了，行吗？那没事。没事啊。你说这些年咱俩逮着花，是不是像无头苍蝇似的，动一下吸一下的哈？也没个头绪。没头绪。我感觉没有，我一点都没有，我就是跟无头苍蝇一样的。我感觉现在好像好多了。是因为有的活吧，他咱俩干不来，干不动。干不动哈。哎，你看我昨天。把这块这个草一清以后哈，你看这个面瓜都露出来了，你看一个大瓜哈，都在下边藏着呢，哈哈，藏着好都不让他们看着，谁都看不着。咱家这个园子吧，啊，其实按理说应该把这块这面好好整，这面地方挺大。那当然了，老大一块地上了，咱俩都废弃，始终废弃着。嗯，明年把这面好好整，好好规划，行。对，嗯，今年就这么定。这红瓜咋就没有了呢？这红面瓜你说串没了呢？你说说，哎呀，去年种这大红面瓜可招人嫌了，今年没了，就这么看着一个，目前看着一个都变成这样的了，你看，都变这样的了。哎呀，什么？啊，
远点来吧，我去摘豆角去。不是春，这也不是那豆角啊，春，这是什么呀？呀，这是不是那个豆角啊？春，就是那个早熟的那个豆啊？是吗？是不是李哥的那个早熟那个品种的豆吗？不是啊，妈呀，就以为是豆角呢。你瞅这一天呢，这瞎整的呀。你看，不管是啥，它长着吧。今天我家的豆角不好，这满园子滑了呀。满园滑了，这点。豆角，我看都快供上湿了啊。嗯。哎呀，今天谁到咱俩，这豆角咋长这么不好呢？今天豆角，你看，人家大部分人家长都特好了，我看这豆角都，人家还是都是成熟的。是咱家这个豆角不好哈。咱家豆角好像是，那咱俩就是地儿有点，地儿有点涝，肥有点少，肥还有点少。哎呀，明年就普攻这两样哈。行。明年这地说什么都不能让它落，说什么都不能让它落，说什么就得让它别落啊。对。明年这么重还不够咱俩吃的，你说咱俩这大吃啊？就是。但后园子还有点，要上后园子摘，后园子不少。就是说，我们家这个豆角种的满哪都是。这么多喝豆角吧，才栽了这么小盆，好几天没来栽的啊！哎呀，这块这是一个红小豆壳哈。嗯，来摘有点。走上后园看看去。后园看看去。嗯。我都不愿意看了。啊？有，这边还有。走吧，去后园看看。后园看看那个西葫芦啥的。西葫芦啊，向日葵啊。那西葫芦。朋友告诉说不是西葫芦的，是金丝瓜。我感觉也确实是金丝瓜，长得那个芯儿里头那块确实有点像丝儿的，但它那个包馅口感也挺好吃的哈。挺好吃。这地方有蜂，还有蜜蜂啊。买长了，那管子没有意义。那时候不浇园子来了吗？老是这样渗，那屋子你说要不要？哇塞，咱这面向日葵也都开了哈，我还以为没开呢。再不开可能就不赶趟，咱种这晚。这边是大的那个向日葵。啊，这边是高的。这边是高颗的向日葵，那边这边是就是那种大毛颗、大瓜子儿，那边就是小瓜子儿，所以它不一样。只有那小瓜子儿那盘还长得可大了哈。这个没到时候呢，这个比那个大。是啊。对，这个咱那个。它这园子多好。哎呀，种的咋这么好呢？种的好活就该有了，再过些日子往起收的时候就够你收的。慢慢收呗。呀，咱那豆角，咱那黄豆也挺高的，看。啊。嗯，过去看看。但是黄豆你瞅着，哎呀，我才下来还得看看咱俩种的那个叫，那个榛子好不好？榛子，这是一棵李子树，小李子树还没长起来呢，两年。这榛子这不也结了吗？你看好没好啊？看看。这个也结了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树的话，得个三年五年才能长起来。这片草应该得拔的。一边走一边收拾园子。哎呀妈，不行，他这还是多少有点耽误事儿的，这必须得薅回来。你薅必须得把土给人家甩在里头，你不能把土带走。你把土带走，那块就是一个坑，完就落了。喜欢种毛豆，毛豆好在哪儿？种毛豆去了，种黄豆，这黄豆好像没有肥，也长得挺好哈。嗯，黄豆不需要肥。你看看长的。但是你要想种好了，也得上肥。哎，今年这黄豆可挺好哈，看看，嗯，多漂亮哈。好，还行。那黄豆挺好的，呀，但是这还是都是虫眼，还是虫眼。能不能黄豆到处都是虫眼呢？你看这黄豆上面叶上全虫眼。那是那什么叶？
屎和月还不一样。哎，让我过去了，别再拦着我。但是向日葵脑袋咋这么小点儿啊？它刚开嘛，妈，这个金丝瓜好像也该摘了。那西葫芦变成金丝瓜。嗯，我以为是西葫芦。我俩的天哪！你看看，它长这么多，它该那上面不够大了。是啊，我一会儿揪了。还有，这爬那边对吗？是不是应该往这边爬呀？这爬不多远。应该拿那个竹竿把那个向日葵那个倒的那个扶起来哈。嗯，哎，刚刚那果是两个果，外边这几个汁是结大的果，里头那是结小的果。是啊，这个是123，那小的那是龙峰。我感觉123比龙峰好吃多了。那应该都整这个。嗯，明年给它嫁接了，然后就买几个。今年就这个接了一个杏了，那还没。明年就该接杏。我的天哪！你一直就给我织明年，一直就织明年。啊、这几颗豆角上盘到外头树上去了。嗯。哎，这个大榛子也结了几个，你看看。嗯，榛子得7年才能旺产，这才4年是5年呢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还得3年呢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日子得慢慢过，知道吧？慢慢的吧，哈，这啥都有，啥都能吃上。嗯。哎，但是你看今年结的也不少，你看看。不少都不少的，人家这个大树老大了，这个你看人家那树可大了。别着急，总有一天也能长。这几个大豆角挺好，都想留种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哎，这是什么豆角子？这是豇豆。啊、哦、啊、哦。嗯，这边这几颗豆角长得，哎呀妈呀，还让我心情得劲儿的。嗯。